係啦，好耐都冇見，不如我講下先啦。今日咧就係寶麗金五十週年啦，咁就有一個 special， 所以就邀請我上嚟唱歌，所以我今日就出現呢一度啦。即係經過呢一段時間，自己嘅沉澱啦，自己嘅靜思啦、反省啦，同埋自己嘅學習咧，覺得自己真係成長咗好多嚇。咁喺呢段時間裏邊，確實係有 hard time 嚇，但係當我每次即係面對翻自己嘅起點喺邊度，我就即係都好盡力咁樣去向前望啦。咁我覺得呢、這個今日呢個時間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 timing 係出翻嚟去面對自己啦，去面對群眾啦，去面對社會啦。咁呢個係一個，我希望可以即係有呢一件事嘅發生，令到我喺未來嘅日子裏邊，即係更加行得更加好。即係呢一個係希望可以重新出發啦，做好自己咁樣。咁喺呢段時間，自己喺個過程當中咧，就係、是、多數會喺屋企陪我屋企啦。呢、這個最主要啦，因為知道屋企係最重要嘅，同埋即係。同埋要自己要裝備自己係最重要嚇，所以喺屋企裏邊我都會即係陪多啲屋企人啊，睇書啊，做運動嚟到希望自己可以即係鍛鍊翻好嘅自己嚇，同埋深深咁知道自己嚟緊嘅日子應該點樣行咯，點樣做啦，咁係啦，今日就係一個我覺得係時候出翻嚟見大家，去承擔翻。我之前講過的嘢嚇，即係話要好好俾段時間我去靜思己過。咁我覺得呢個時間經過呢一個年紀啦，咁我覺得係自己係裝備好，重新出發。感覺大家知道而家嘅疫情環境啊咁樣，我自己真係諗都唔到我去諗咯。反而我覺得我著重嘅係今日出翻嚟係想話俾大家聽，自己已經準備好。我不敢說未來會是怎樣，但是我很有信心 100% 充滿信心地去做得比以前更加好，即這個是我反而是重點，遲些你說復工那些我真的交給公司，交給公司自然然。安仔這麼久都沒有出過來，那昨晚會不會睡得不太好，即緊張？都有的，不過跟自己說是不是真的很 ready 呢，即好像譬如我太太跟我講，佢話你要做呢個工作，你自己要 100% ready 先，即係你個內心心態要好正面，要話俾人聽你嘅依年紀裏邊你嘅即係你嘅信心。咁我覺得問自己真係可以啦。咁所以有少少緊張啦，因為見咁多朋友啦，今日都見到朋友，所以係有少少緊張，但係係咯，即係要勇敢咁樣去承擔面對好好嘅將來。Sammy 知道你今日上節目，會唔會可能都特別講咗啲嘢去鼓勵你啊？尋晚冇咁啊，冇話特別去講啲咩，就係咯。佢話自然啲啦，因為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咁。但係冇同阿心靈聯絡。冇咯，因為以前嘅嘢其實都過咗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俾個時間我，我都明白。知道可能要第一時間要或者係接受或者係點樣係要啲時間，但係我只可以好有信心同自己講，要每一步都做得好好咯。咁就其餘過咗去嘅嘢就有得去過去啦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係一個自己嘅錯誤嘅傷痕，但係呢個傷痕咧係唔會令到我忘記，但係我反而覺得睇到呢個傷痕，我會。更加警醒自己，做好自己，即係呢一個係過去咗，係過去咗，我唔會忘記。但係當我每次見翻，我都希望去提醒自己喺未來嘅日子做得更加好。阿馬明都祝福你喎，話你有希望你有一個新開始，你知唔知佢都有新戀情？我有睇報道，佢哋嘅感情嘅嘢，佢哋自己講翻啦，我都不便。